一口花果轻乳，天天讨好你。神笑，不可坐姿不端。不可交头接耳。都给我认真点儿。要不要一起看画本啊？不可肆意调笑，不可思乡受受，不可衣冠不整，不可读荒淫邪书。想不到这妖兽竟恐怖如斯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听下回分解。我去你的分解！又是分解，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他真是冥顽不灵，从即日起你就不用来上课了。为兄自求多福吧。接下来我们好好的上课。桀骜不驯，冥顽不灵，就在此跪着，等江宗主前来吧。回应。我愿大家受罚便罢，却又连累了江叔叔。竟然都有灵力。
魏婴。嗯，蓝湛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难道你也被罚了？哎，正好我找到了一窝蚂蚁，我教你玩呀。首先放诱饵，然后呢找一根树枝，最后捅。好玩吧？来，蓝湛，你也来试试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真的可好玩了，你确定不来捅一捅吗？啊，可惜了，还没来得及看我的大作呢。兄长，你摘过莲蓬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兄长，你知道吗？带茎的莲蓬比不带茎的好吃。是吗？我尝尝。兄长。兄长，你怎么了？兄长，可曾有吃过西瓜皮？没有。西瓜皮竟可以食用？我曾听说，炒西瓜皮味道甚佳，又可清热解暑。好，我来试试。兄长。兄长，你没事吧？王继，好端端的，你为何捣鼓这些？哎呀，你们家的饭菜啊，太难吃了，我宁愿去吃西瓜皮炒辣椒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经常的莲蓬比不带茎的好吃。哎，还有，爱打鸣的公鸡最肥美，黑狗最怕蒙汗药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想到了高兴的事情。别想了，不是说好了出去玩吗？走了走了。啊，可那条看门的黑狗还在啊。怕什么？趁我娘不在，我给她喂了足足的蒙汗药，保证天塌下来都醒不了。喂，你们等等我啊！你们慢！不要摔我！
王七兄。嗯，何事？去年一别，错过你的生辰，今日特地将生辰礼补上。不必。别那么冷淡嘛，我还费了好多心思呢。我真不知你从来没有看过。哎，这次是个入门级的，保证你可以接受。无聊。不喜欢啊。我还带了云梦特产麻辣皮皮虾，或者我亲手写的字画。蓝湛，你理理我嘛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若都不喜欢，我再想想别的就是了。哇，蓝湛杀人啦。蓝二公子正中靶心。魏公子正中靶心。魏婴，干嘛？这靶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射啊？随你。花开的真是次第分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啊。你非要与我过不去。谁让你不领我的情，我才初次计策。你那生辰礼，南湛你可喜欢？你知道吗？潭州最近有妖怪作乱。啊？什么妖怪？不知道啊。云梦的魏公子都拿他毫无办法呢。潭州。如此大的怨气。妖物现形。石花女，总算瞧见你的模样了。哦，那个事情是这样的。昨夜闲谈梦落花，可怜春半不还家。哇，赠花了，真的赠花了。石女花魂中载，石花女爱诗，诗家则赠花一朵。诗若不佳或有吟错，则以花治人脸。这么诗情画意的花妖，却从没有人见过他长啥样。哦，念诗吧，我也会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你说个球。执子之手，交个朋友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敢不敢卸妆？
老战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才能看清石花女长什么样呢。老战，老战，请你喝有花香、有果粒、超好喝的花果轻乳。说起来，你刚才那么着急的冲过来救我，难道是因为担心我？哎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，到底是不是嘛？哎呀，别生气。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相见，懵懂的少年，云水间陪你去冒险，那一刻是命中注定治愈的瞬间。咫尺间漫步你心田，右边那弯曲的天山，谈笑间不慌不忙悄悄赶走孤单。我愿意伴着那风度翩翩一缕，在一起拥有的快乐如影随形，心中一相伴。